家欢，唱着小雨不断喜洋洋，各路英雄好汉来较量，竞技场上都是大赢家。就在周末晚上，银河万千在球场，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缤纷万千在声松。哇，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哦，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其实我跟你讲，今天晚上哦，看到我们的阿姐钟晴穿这样的服装，我以为你要热情热舞一下，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庆祝父亲节。今天晚上就把它穿回去。是，那当然。OK， 玩笑话一旁啦。到目前为止，我不晓得吗？所有的朋友知道吗？我们在我们的这缤纷万千再生松上个系列就送出了大概30个百倍大奖哦。不是吗？是。那大家知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送出了28个百倍大奖，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我们很可能打破上个系列的记录哦。哇，那厉害哦，这系列真的是厉害，快快到声送去购物 OK， 肯定有机会中奖。事不宜迟，马上进行我们的一波击中百倍奉还。一波击中百倍奉还来咯。好，你们到声送去购物的收据呢都已经来到这两个大箱子里哦，等一下可能你们的电话就要响了，希望你们可以自己来接电话，这种百倍抽到百倍大奖。好，祝大家好运啊，掉在地上的数据不要担心，等一下工作人员会捡起来再放回箱子里。是的，那当然也不要忘了，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又会抽出200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们100块钱声松超市的礼券或者是电子礼券哦。好好，我们先拨电话给这一位吧。这位朋友呢是住在 Cigar Road， 他的花费是78.9元。14什么？要我再看他的电话号码，1410还是16？应该是10吧。10。呀，因为号码全部连在一起。对，好。呀，在学校记得要好好学写字。要给人家答，你知道吗 ？OK， 好，希望会联络上他。零啊，1410啊，上个星期就是一个零打成6，然后是啊，谁谁 ？Marie，OK，Marie、okay, Marie, 啊 ，Hello，Hi，Hi，Can we speak with Marie？Speaking，Hi Mary，Hi，we are calling from the Sing Song Show. Congratulations. Yes, you're now live on Channel 8. Channel 8. Yes, yes. you're now live on Channel 8, and the Sing Song Show, and we are playing a little game here.After the game, Sing Xiong will award you some prize money. And it's a very simple game. There are 4 boxes here. Box 1, 2, 3, 4. Can you choose a box, please? What channel? 108? No, Channel 8. But you don't have to turn on the TV. You don't have to watch us. Okay. You can just tell me your choice. 4 boxes. Box 1, 2, 3, 4. What is your choice, please? 3. Number 3. All right. Good luck to you. Hold on. Good luck to you. 超是多少倍？是百倍，哇，80倍也不错哎。80倍再乘以花费 ，Congratulations, Mary. Today you are winning a prize money of $6,312. Mary, congrats. You got that? $6,000 from Sing Xiong. We will write to you. Congratulations. Okay, I think. Is this true? Yeah, we will write to you. Sing Xiong will write to you. Okay. Yes, congrats. Okay. Happy weekend. Bye. Okay, thank you, thanks for shopping in Sing Xiong. 好，下来呢，第二位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的这幸运儿哦，今天晚上这位朋友他的花费是50.6元。五一。第一个什么 ？Anna。Anna。Anna We。哇，应该是啦，应该是。Anna We Su。住在 Bedok South 的一位朋友。Anna。好，我们打来喽，安娜，听电话吧。是，快快来接听电话吧，安娜。希望你自己来接开这个格子，看看赢得多少钱的这个奖金哦。安娜这个名字好亲切。是。好，安娜没听电话哦，来，我们用这个幸运轮盘来帮她决定吧。不知道她的运气如何哦，来看一看。同样的，我们的幸运轮盘上面也是有声松超市，轮盘会停在哪里？好，超来喽，超。多
少倍？到底会是多少倍？哇，今天观众的声音好响亮。来，马上来看一看哦，多少？60倍。60倍哦，60倍再乘以花费，今天晚上带走的这奖金是3039块钱，恭喜恭喜！好，恭喜这位安娜。同样的，我们会书面通知他哦。好，我们争取时间哦，拨给第三位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的这幸运儿，他的花费是129.9元。哇哦！哇哦 ，Muhammad Imran Bin Ismail， 129.9元的花费。Imran 是 Muhammad Imran， OK 好。好，希望他会自己来选择他要开的这个格子哦，生松超市四个格子。好 ，Cepat 啊 ，Selamat malam。好，我先练习一下。练习哦。呀 ，Selamat malam。关关打关关。OK。哦，好可惜。好，没有关系。同样的，我们来转一转这个幸运轮盘，看看他的运气如何哦。来喽。生松超市停在了哪里？松，有机会哦。松会是多少倍呢？大声一点！多少倍？是百倍吗？百倍，百倍，百倍，百倍！这轮盘也真会挑啊，就挑高奖金的收据来做百倍，12,995块钱！哇，太厉害了！真的是好厉害。那当然，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百倍格子在哪里。好，第一排在哪里呢？都在升，都在升啊！好。这个好，没关系，这一轮我们送出了一个百倍，还有我们等一下还有多两轮哦，大家都有机会。是，等我们的电话 OK， 这时候我们要先玩游戏送奖金。最强高手拼奖金。这游戏很简单，大家看得到大碗里头有好多的这球嘛，待会儿我们的这高手呢就要用这高脚杯把球摇啊摇啊摇，摇到我们的这小杯子里头。哎，是的，小小的球大大的奖金哦，每粒小球呢价值500元，10粒小球都能够成功的运进小杯子的话呢，最高奖金5000元，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哦。是，所以要看看高手表现怎么样。 Hello， 你好。你好。嗨，大家晚上好，我是 Cassandra， 来自杨厨港。你好，你好。好 ，Cassandra 有把握吗？祝你好运喽！45秒，准备好的话，现在开始。好，45秒，有没有办法把啊？别太急啊，别太急，慢慢来，慢慢来。先钻进杯子里面。OK， 第一个球，第一个 OK， 好。啊，好可惜。别紧张，别紧张。哎呀，每个球都500块哦。OK， 转稳了才把它是。来转稳啊，转稳！好，集中集中啊！继续加油！太难的，只要稳。对，然后不要超支过急就可以了。好，第五个了。加油加油，可以！还有12秒哦。好，最后一个。最后8秒。哦，不能了，就呀，就只有一次机会。是，来来来来来，没问题没问题，已经很好了，这个表现。哎，对，总共有6粒小球送进了杯子里哦，6×500，恭喜你获得的奖金是3000元，恭喜。3000元，恭喜恭喜，谢谢你那么支持深松，谢谢。好，那我们另外一位高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哦，欢迎你，你好。嗨，大家好，我是许荣获，我来自多伊。Hello， 许大哥你好，好，加油！好，然后许小弟在这里为你打气啊！加油！好了，同样的是45秒哦，准备好的话，现在开始。好，来了，第一个球来了，稳着，哎，没错，就是这样，拉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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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好，盖下去，然后拉起来，拉起来，快拉起来，拉，赶紧拉起来，对。加油加油，争取时间。好，你就继续拉起来，赶紧继续这么做啊！拉起来，把杯子拉起来。OK， 好。我帮他放下去了之后，整个杯子拉起来。拉啊，对。争取时间还有18秒而已。好，高度集中，高度集中。拉起来，拉起来，杯子拉起来。拉。对。还有10秒。好，放下去，拉杯子，拉。拉。哎呦，最后5秒。4、2，拉。OK， 好，时间到。哇！
许大哥到这里来。我们两个在旁边穷紧张啊，是因为许大哥非常小心，是是是，不过也很好啊，表现桌上我们都看得到，总共呢是有7个球进入小杯子，恭喜恭喜，你获得的奖金是3500元，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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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样的，下个星期会有另外2位高手来挑战这个游戏，看看他们是谁。恭喜以下这2位朋友下集来挑战最强高手拼奖金。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国家武术冠军范君杰，还有何玲莹为我们带来的舞刀弄拳。范君杰在2015年哦荣获了东南亚运动会男子徒手的队列冠军。他今晚表演的这刀术呢，非常考验舞者的速度还有爆发力。那当然，刀术的特点呢，就是勇猛、快速、气势逼人、刚劲有力，就好像猛虎一般。接下来出场的是何玲莹。那玲莹呢，在2013年获得了世界竞标赛女子太极拳冠军。太极拳讲究的是放松、心静，还有慢练。每一个动作呢都是圆形的，就像呢是阴阳太极图一样。太极拳的这招式中有刚有柔，有攻有守，内外合一，刚柔相济。手的精彩表演，是谢谢，而且动作都非常优美，谢谢谢谢两位。好，真的是不容易耶。那当然了。Yeah, 我很难想象你会做这种表演，不可能。我练过，可是真的不那么简单。来来来来来，我们到正中来。来，你讲话就好啊。OK， 最后不能打 OK。好了，那我们的金河歌唱比赛呢，已经来到第8场复赛了。是我们的这新人王的这比赛哦，来到了这复赛，我们要先提醒大家，今天晚上还没有开战之前哦，我们的最高还有最低分，哎，最低的分数是76.3哦，如果要晋级的话，那就是入围门槛。如果你要看怎么样到达这个顶峰的话，78.73啊，好高的分数，37，好高的分数。好，那我们马上要开始比赛了，不过首先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3位评审老师。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3位评审老师。第一位，我们的音乐导师，欢迎佘丽仪。好，第二位，那就是我们的音乐导师，欢迎龚振良。第三位，我们的音乐导师，欢迎徐一平。欢迎我们的3位评审老师，欢迎老师们。好了，那我们的金河歌唱新人王第8场复赛马上开始。是第一位要登场，我们编号1的参赛者林浩杰，今年23岁哦，带来这首歌曲《人质》，欢迎他。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宠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还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此下场，你买一买，我们都别说话。张惠妹原唱的一首歌《人质》，到底为浩杰要争取到了多少分呢？好，得分是74.93，好，不错。好，下来呢，我们的舞台上迎来了今天晚上第二位参赛者沈俊宏。俊宏带来这首歌曲《我知道你很难过》，听一听。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爱若变成了刺，思念也成了痴。也许心碎是爱情最美的样子。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错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好，俊宏的这首《我知道你很难过》可以给大家带来多少分呢？成绩是75.1。好，不错的成绩。好，紧接着下来我们编号三的参赛者洛智漾要登场咯。好，他带来的表演歌曲是你好不好。洛智漾，你好不好？得分是75.7。好，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再次邀请刚刚另外两位参赛者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了哈。
好，今天已经是第八场复赛了哦。同样的，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的九强名单到底有没有什么更动。好，我们的这九强名单哦，金河歌唱新人王复赛九强最高分依旧是78.73，林正博。那入围的这门槛保持没变，76.3，沈慧琳。哦，所以很可惜，我们今晚的三位参赛者都止步复赛哦。但是你们三位都可以获得300元的安慰奖，谢谢你们的参加，谢谢，加油。好，这时候我们要稍作休息了，待会儿有百倍有游戏都要送奖金哦。好，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一波击中，百倍奉还。好，现在已经是来到今晚的第二轮喽。只要你有到胜出去购物的话，很可能就会被我们抽中哦。希望今天抽中的朋友，这一轮的朋友，每一个都可以赢得百倍的奖金哦。是，感觉上收据真的好多，然后呢，掉在地上的收据，再次提醒大家不用感到担心，待会我们工作人员会帮忙捡起来哦。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的。好，我们先拨电话给这位朋友，把他的花费是66.25元。Derek Tan。Derek 啊。D E R I X。Derek Tan 对。好特别的名字。住在。Derek Tan Dover Crescent。Derek。是。Derek 有响吗？哦。好，打对次。好，我们试着拨多一次哦。好，希望他会自己来接电话。Derek， 好，好，打电话给你喽 ，Derek。Derek， 哎 ，Hello， 你好，请问你是 Derek Tan 吗？啊，是啊，对啊。哎，你好哇，你名字好特别。你好，我是郑荣。你好，我是钟晴。恭喜恭喜，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百倍百倍百倍。是，被抽中了，你好，百倍百倍哦，百倍哦，对对对。哎，是，你知道怎么玩了哦 ，Derek。四个格子哦，生生超市百倍在哪里呢 ？Derek， 生第一个是吗？对，生第一个。好，祝你好运哦！好，来快点喊百倍，快点喊，大声一点，百倍，百倍，百倍。Derek， 喊你好。Derek， 大声一点，快点。Derek， 喊百倍，百倍，百倍，真的是百倍。百倍，谢谢你。恭喜你哦，真的是100倍，就代表呢，今天晚上你获得的奖金是6625元，恭喜恭喜你。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继续到生中购物哦。好，我们会在书面通知你啊 ，Derek， 拜拜。谢谢你，拜拜。好，下来我们再接再厉拨电话给这位朋友，一位女生，住在雾兰 ，Woodlands Drive。OK， 这位朋友的花费111.7元。哇哦，耶 ，Michelle，Michelle 是 Michelle， 是打不通吗？好，我们要快快争取时间哦，拨多一次给他，希望 Michelle 会快快来接听电话。111.7元的花费，打通了 ，Michelle。什么？叫什么？他应该是他挂断我们的电话，可能他在忙着，他在忙着。是，或者他不确定，因为我们的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是。好，来了。同样的，我们要用这个幸运轮盘来帮他决定要开哪一个格子。生松超市，我们的轮盘会停在哪里呢？生 ，OK， 有希望哦。多少倍呢？生？到多少倍？多少倍？多少倍？快点，我们来看一看。啊，多少？真的是百倍吗？80倍。80倍再乘以他的花费，恭喜今天晚上获得的奖金8936元哦！哇哦！好，恭喜 Michelle， 虽然他没有办法接听电话，但是我们还是会联络到他的。是，下来呢，我们要拨电话给这第六位哦，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的幸运儿 ，Gacy Cole。什么 ？Gacy Cole。OK， 他的花费140.38元，140块，来真的啊 ，Gacy Cole。那第一个是什么？应该是 Now， 可能他的 Christian name。Now， yeah。Now Gacy Cole。Cole。好 ，OK， 没办法联络上他。这位朋友住在哪里？看一下 ，K
Q Crescent。OK， 我们会帮这个西空来转一转轮盘，看看他的运气如何。好像是生松超市。到底会停在哪里？停在哪里？停在一个好位置吧。啊，那继续，继续，继续。哦，超。好。多少倍呢？超。会是多少倍？会是百倍吗？80倍也不错哎。80倍再乘以花费，今天晚上，哇，11228块钱哦。哇，太厉害了！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当然还要给大家揭晓。第二排的百倍在松，第一排、第三排在升，升。好，送奖送得很开心哦！不要忘了，待会我们还有另外一轮的一波集中百倍奉还哦。是，现在我们还是要继续送奖哦。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好。最强球王赢奖金。好，下来玩的这个游戏非常简单，让我来把这个球场弄好看一点。好 ，OK。现场有一个球场，那我们待会儿呢，参赛者呢就要把球踢进龙门，就可以赢奖了。哎，是的，我们有给我们的球王6个机会哦，就是6粒球，3粒大力的红色的，每一粒价值1000元；小粒的白色的呢，每一粒价值500元。所有的球都成功踢进龙门的话，最高奖金4500。是，踢球的高手会被一踢抱住，然后他用夹脚来踢。欢迎我们的第一位球王，你好。你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南发，来自伊朗东。Hello， 南发你好，我们的梁大哥。好，有把握吗？有啊。好，那祝你好运喽！45秒，准备好的话，现在开始。加油！看准哦，看准，别急，看准。很好。哇！第二粒球来了。哇！漂亮。不错，不错，不错。来1000的，看准，看准，漂亮，好，时间还非常的充足哦，瞄准啊，不要急啊，哇，很好，你刚才有没有讲，如果全部球进去多少钱？4500，哇，4500哎，对，来，哇，漂亮 ，OK， 有机会，有机会，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好，还有10秒，来，哇，恭喜恭喜恭喜，哇。球王哎，太了不起了！是，所有3个红球、3个白球都已经踢进去了。是，所以我们的球王今天可以赢走我们的最高奖金4500元，满意吗？谢谢，满意。哇，恭喜恭喜恭喜，表现得非常好。好，那紧接着下来呢，我们的第二位球王要登场了。好，你好，欢迎你。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 Augustine， 来自后港。Hello， Augustine， 你好。好。好，不要紧张哦。可以。有信心吗？有。好，45秒，准备好的话，现在开始。好，加油，争取时间。哇，一来就来红的了，加油加油，瞄准。瞄准瞄准啊，不要着急。哇，漂亮。不错不错。OK。好。龙门不是非常大，是，所以要小心，不要踢到它旁边。OK， 很好，好，漂亮。再来一个， okay， 完美。最后一个了，耶！哇，恭喜恭喜恭喜！来到我们这边来哦，2个红球、3个白球都踢进了龙门。也就是说，你今晚的奖金是3500也不错哎，满意吗？可以。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同样的，每个星期我们会有2个球王来挑战这个游戏哦。这个星期又抽中了谁呢？来看一下。欢迎以下这两位朋友下集来挑战最强球王赢奖金。强大脑力大比拼，下来哦，玩游戏了。我们用我们的球颜色还有号码来决定我们的这玩游戏的朋友的奖金。哎，是的，等一下呢，我会在里头抽出5个不同颜色跟号码的球，然后呢，我们的博士需要在45秒之内依照顺序抽出这5个球的颜色
跟号码来赢取奖金。是，如果你成功说出第一组的话，奖金是500，第二组的话就翻倍变1000，第三组就变2000、4000、8000。哇哦，累积加倍啊！是。好，祝大家好运了，欢迎今晚的第一位博士，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凯杰，来自石龙岗。是。好，年轻的陈博士。对，所以现在紧张吗？不会了 ，OK。哦，要。记忆力好不好？你觉得？应该是好了。应该是没问题。应该是 OK 了。已经有集中啊，做好一套那个 formula， 怎么样来记了吗？应该可以。你不要看到帅哥就问这样多，关心关心弟弟，好，我要让他放松心情。好好好，来来来来，开始抽球了吗？好，来喽，第一粒球，黄色，37，37黄，第一粒球。下来第二粒球要出现了，哦，黄色哦，36，36黄 ，OK， 前两粒应该机会很高，来喽，第三粒青色，18，18青18，三组的话就已经2000块了，第四粒红色07，红07。还有最后一粒，哦，黄色35，啊，都有关系。OK， 来，他的弟弟来了，35黄，好，好，可以了啊，好，请过来。是，这时候呢，就要看看我们的这啊，陈博士啊，您的记忆怎么样啊？好，准备好的话，45秒，现在开始。黄37，黄37，对了。黄36，黄36，对了，青18，青18，红07，红07，come on， 来来，黄35，对吗？哇，哇。不错，五组都说对的话，奖金你知道有多少吗？有，你看到这个脸。OK， 第一组多少钱？500。500，然后。1000、2000、4000、8000，有 bonus 吗？有。8000块钱的奖金，恭喜恭喜！哇，太可爱了！你是到第几个球的时候，我发现你自己已经是可以全中了？应该是。第三个你就知道你可以全中了，还是我抽完第五个球你就知道？8000块。第一个知道了。第一个。哎，不错，有自信，很好。好，恭喜陈博士，恭喜恭喜恭喜！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位博士哦，到底他的表现怎么样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邓凤梅，我住在 Dampness。你好，不要紧张哦，别紧张，来，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放松，好，集中精神，我现在好开始抽球了。第一粒球，青色，27。青27，第二粒球，青色17。哦，容易记哦，前面两粒，加油加油哦，17青第二粒，第三粒红色14。OK， 也不难，红14，第三粒球，第四粒黄色。47，黄47，最后一粒了，青色31，31青 ，OK， 至少前面的几粒应该挺 OK 的了哈，千万不要忘了，来来来，我们的邓姐姐到这边来，同样有45秒的限时给你哦，希望你好好加油了。好，45秒，现在开始，第一粒。青色27，青27，对了，很好，青17，青17，很好，红14，红14，黄34，黄34，47哦，青31。青31是吗？对。好，看一看。哇，不错哎！
哇、wow, 有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参那么多组？我没有想到。哇、wow, ，真的是不错不错。对，挺好的。恭喜你，四组今天晚上获得的奖金是，对了，4000块钱，恭喜恭喜。好，只要到四组去购物的话，就有机会被我们抽中来玩游戏哦。下个星期是哪两位博士来挑战这个游戏呢？请看。欢迎以下这两位朋友下集来挑战强大脑力大比拼。让我们欢迎医生歌手苏新全为我们带来《云和我是一片云》。云啊呀，云啊。
谢谢谢谢谢谢苏医生，是谢谢，欢迎你，欢迎你，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嗨，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非常难得哦，听到我们的这苏大哥嘛，在我们的这节目里头现场演唱那么疗愈的这声音，是，谢谢谢谢。请问苏医生，你是先爱唱歌还是先行医？先行医，过后才参加豆哥精义，才发现自己还可以唱歌，还有这方面的天分。是，其实今天非常难得哦，因为6月25号呢就会出现，对，就会出现在啊滨海艺术中心举行个人演唱会，恭喜恭喜。希望大家会支持，谢谢。所以这个聆听这个演唱会，你会唱一些啊哪一些歌曲呢？就是从小陪我本身长大的歌曲，其实也是我相信听众相当熟悉的歌曲，所以在每一段生活中重新诠释这些歌曲，把注入生活上的经验，每首歌的感觉都不太一样。是，所以呢，千万记得一定要去捧场喽！再次谢谢我们的苏新璇，苏大哥，谢谢。演唱会成功，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马上要进行最后一轮的一波即中百倍奉还。好，来到最后一轮的一波即中百倍奉还喽！刚才没有打电话给你的话呢，没关系。现在我要打给你了。好，现在抽出的是第七、第八还有第九位幸运的百倍朋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紧张哦，在家里等着我们的电话，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快快联络上你。三张非常长的收据哦。好，这位朋友他的花费95.3元。95.3元，清淤气，清淤气。Hello，Hello， 你好，请问你是清淤气吗？是啊。你好，恭喜，这里是缤纷万千在声中，恭喜你哦，一波即中百倍奉还，你被我们抽中了哦。淤气，谢谢啊。好，不用紧不用紧，我们争取时间。是四个格子哦，声松超市淤气，选一个好吗？你觉得百倍在哪里？声啊，声声第一个是吗？声好，有多少倍？百倍。好，我们马上打开来看一看，是不是百倍？哦，80倍也不错哦。80倍再乘以花费，今天晚上恭喜你哦，预期获得了7624元的奖金，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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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书面通知你，拜拜拜拜，周末愉快！哇，好高兴啊！下来呢，我们要拨电话给这第八位一波即中百倍奉还哦，幸运被抽中的朋友，他的花费是92.05元。苏丽莎，苏丽莎，对，苏丽莎，苏莱玛。应该是，哇！对，我马来同事跟我讲，点头。苏丽莎·苏莱玛。好，希望他们也快快来接听电话。苏丽莎·苏莱玛，来吧，这啪这啪。Congratulations。Selamat malam。还有嘞，金大。金大是美吗 ？Pretty。OK， 好，来。OK， 好，没有关系。哦，我知道，现在是轮到你们来测百倍哦。要开哪个格子？觉得百倍在哪里？升、松、超、市，百倍在哪里？升、松、升、升，好，来喽，升，是不是百倍？好，我也希望是百倍哦。100倍哦，100倍再乘以花费，今天晚上获得的奖金9205元。哎，我们已经破纪录了，这系列他应该是第31位了，百倍得主。哇，好厉害哦！恭喜是是是恭喜！好，你们也很厉害。我们下来我们要再播最后一通哦。今天晚上来一波即中百倍奉还的这幸运儿，再来一个百倍吧。你们准备要哇 ？OK 啊，我们一定拍你们的，你们哇。OK， 这位朋友他的花费是248.2元。啊，哇！248.2元的花费啊。这个是二是吗？是。OK， 好。应该是。希望他会快快来接听电话。Three。Rizia。Rizia。Three。Three。
Hello， 没有， okay， 没有听，是没办法联络上他。这位朋友厉害，住在 Wangkok Crescent 的一位朋友，248块2毛钱，你们身负重任， okay， 身负重任哦，选好啊！如果是百倍的话，就20多千，对吗？对，好，来喽，生松超市。10倍也很厉害，80倍乘以他的花费，19856块钱。哇，因为他花费很高耶。我们这百倍真的不得了，所以快点看完节目，冲到生松去买东西。哇，太幸福了。好，当然我们还是要揭晓啊，另外两个百倍在哪里呢？在哪里？松。恭喜今晚所有的朋友哦，赢得了非常丰富的奖金。是真的，大家都突然间松了一口气，因为刚才那个数目真的好大，248，很少会抽到200多块钱的抽奖。是，其实80倍也已经19000呢，19000呢。所以不要忘了，我们还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要快快到生松购物，因为呢，每一期其实我们有3个百倍，就是有9位幸运儿。对，有9个人可以来测中百倍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还有3个游戏，每一个游戏2个朋友。是，所以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哦。所以你看，大街小巷，常常我在外面走的时候，人家都会跟我讲：“哎呀，我到生松去购物，为什么没有抽到你？”然后我说：“我不知道，钟情抽的。”没有，机会真的很多，除了是玩游戏啊，还有百倍之外，每个星期我们还会抽出200位观众朋友们，送出100元的那个礼券。是，所以呢，我们还有200份哦。待会儿节目一结束呢，我们就会抽出来。所以呢，中奖的机会真的很高，快快到生松购物。是，那另外呢，下个星期就是我们的金河歌唱新闻王的最后一场复赛了哦，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好，那当然，这时候呢，在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之前，要告诉大家我们下个星期的这特别嘉宾。好，给大家一起看一看，李涵木还有赖雨涵，我们两位特别嘉宾呢，都会来到我们的这节目现场，所以如果你很喜欢他们的话，一定要留意了。哎，是的，不要忘了哦，每个星期要注意我们的节目啦。好，记得下个星期准时收看我们的《缤纷万千在生松》。拜拜，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拜拜。合家欢，欢歌笑语不断，喜洋洋，各路英雄好汉来较量，荆棘场场都是大赢家，就在周末晚上，缤纷万千在生松。